三昌士拉叉高级中学，培育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才之东方教育人。遵守泰国圣加布里埃尔基金会的经营及教育方针，及创办基金会的圣路易斯马利格里尼昂德蒙福特的生活格言 Labor Omnium Vincit， 毅力带来成功。发展让学生成长为社会上的好人，并且成为兼具纪律、素养、知识、道德和伦理的人。本校从国家教育标准和质量评估办公处得到国家教育质量认证，由国家私立教育促进办公处得到高级国际教育认证，即从国家反贪污委员会得到促进道德计划奖项。本校着重于让学生能享有良好的学习环境，也为了让学生能不断地吸收知识，本校一直不停地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。更为了能让学生有良好的体能，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体育场，例如人造草皮球场、篮球场、标准规格游泳池、综合运动场、羽球场、藤球场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自然学习中心、草药园和拥有众多种类动物的生态园。为了能让学生有更良好及效率的学习环境，本校将500亩的土地大致划分为以下区块。本校一年级画楼、中学生与约翰玛丽楼、小学生与多纳多祥楼、幼儿园生与雷里纳切里楼、 MLP 学生与蒙特堡楼及圣加布里楼。苏万颂鹏楼是音乐活动和体育活动中心。萨克达楼提供学生能享有新鲜和有完善营养的餐点。另外，在二楼还设有大规模的图书馆。特奥范楼和拉斐尔楼都是学生宿舍。士拉叉E三昌学校为了能跟上时代变迁的速度，将持续改进教程和提升教师品质，让学生能够拥有更广大的世界观。本校有众多的教程，如 IEP Integrated English Program， 此教程以英文教课，一周里有七堂英文课，让学生能够进一步的学习，由泰国教师和外国教师授课。SEP Special English Program，此教程以英文教课，一周里有11堂英文课，让学生能够进一步的学习，由泰国教师和外国教师授课。MLP Modern Language Program，
每课都由外国教师讲课，除泰语课、社会课、体育课，由泰国教师讲课，每班有30位学生。高中教程安排分为理组、数理组和文组，分为英文组、日本组、中文组及体育组。除此之外，本校使用泰国圣加布里埃尔基金会的英文册，为英文课、数学课、科学课及社会课进行补充教学，由外国教师讲课，让学生能掌握第二外语，并促进思考能力。本校注重于让学生能拥有分析思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并鼓励学生参加考试，比如 ASMO 期间国家科学考试等，以提升高中生教育水平。除了发展学术方面以外，本校还支持让学生掌握美学、音乐、艺术，及聘请专业教授教导士拉查一三场体育计划的学生，为了让他们能成为学校和职业的运动员。除此之外，本校还通过创办人的精神，支持学生发展为在道德思想方面都能够有极高评价的领导者。我们注重于让学生能成长为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人。根据学校的格言，我们士拉查一三仓以宗教的道德为基准，坚信人的价值及尊严，追求在文艺能有卓越的表现，即对社会抱有责任感。